就是你想想看，所以有很多考量啊。我之前感觉讲，那这意外的想法真多吼，但是好像是在这样强调吼，因为我们在法规那边社会教育来宾的是一些老人福利的设施的一些法规，结果不是重要性的，这我们没有按照法规走，那种话题其实是各位能想象的哈。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为了10年后，但实际上我们能够有能力成立未来真的属于老人家的长照机构，好，但这边是在这边考试拿点拿的拿头哦，是纯粹是这样。那后续大概简单报告到这边，有没有对你今天参与这个志工的活动还不清楚的？这种简单的代志哦，阿妈只要大家有愿意，无困难。你若想要困难，各位先生，你就做困难，你才会赢。但是你若想，伊就是在开班，各位先生，咱开班够困难？无啦，就是先不好奇，啊，咱大家推下安尼尔。啊，恁今天开班嘛是先不得好奇，啊，咱大推下就做一摆。啊，恁各位先生没有问题的话，就接下来或者就放手哦。那嘛，努力的请咱来帮忙先生继续我们的培训课程哈，那么那你先打个招呼，听哦，无聊哈，大家先不用急着听到没有关系哈，先写上面的基本资料，先写基本资料呢，然后把这个下底第二专场要